小姑娘，你的钱掉了。钱不是我的呀，大哥。也不是我的，我有事我先走了啊。奇怪了。哎，姑娘姑娘，请问那狗场怎么走啊？狗场啊？往前左拐200米就到了啊。哦，我有点饿了，能不能这个给我吃呀？不行，就是我吃过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不嫌弃的。那我、哎、你不嫌脏啊？我不嫌脏，来给你钱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帅哥，怎么了？你刚才所做的一切啊，我都看在眼里。